目标是哪儿啊？找藻，提前捡好了网，然后找目标，找那个水稍微深点的地儿，水都浅，浅的地儿呢虾多，鱼就少了。咱今天不逮虾，哥们逮鱼啊！今天是目标鱼。好网，漂亮！这小网咋的？4米的一指的，不锈链的啊，大力马线的，新品网，咱试试啊。咱们家的新网。慢慢收。哟哟哟吼，来鱼喽！来鱼喽！这小脚尖的小鱼，小鲜鱼。这个季节怎么哪都是这么大个的呢？是吧？那个海边也是这么大个的，像这种蓄水沟也这么大个的。几点起网？几点起网？起，一会儿起。